大家好，修手机找一个没毛病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修好的这个，这是一个华为荣耀8X Max 啊，屏幕比较大啊。它这个是故障为开机不显示啊，结果排查显示 IC 烧掉，然后更换显示 IC OK 完美。然后这是一个海信的，是外地方机械的海信，这个是一个一体屏啊，然后它这个是屏幕碎了，碎了以后导致手机不触摸啊，这不是手机平板啊，然后不触摸啊，它这个从这里就看出啊，它这个触摸是集成在这个玻璃里面的，所以只要外屏碎了它就不触摸啊，然后也是发到我店更换外屏，单独更换外屏，现在完美搞定了，现在触摸 OK 完美啊，这个等待客户付款发货。首先我们一哥特别感谢你们这些粉丝对我的支持啊，然后接下来我会将最好的手艺啊，最好的作品呈现给你们，双击加关注啊，感谢支持666。